颤抖。今个星期咁啱得咁巧，大部分同学都拣一啲比较旧啲嘅歌嚟唱，张学友啊、李克勤嗰啲。咁我想我哋咧，我哋今日就会讲讲个震音究竟系点样玩法嘅。震音其实系用紧一个面合式嘅力量向前推嘅感觉。我哋可以利用 NG 呢个字去做一个嘅震动嘅练习。NG 感觉系有啲好似鼻塞嘅感觉，打开口。令到唱出嚟的声音是有个而不是直接向前推去到鼻尖的感觉的，就不是是OK， 识得唱震音一定是要将最尾的字 hold 住一拍，然后去震几下，是震单数的。震一下不如不要震了，震三下，基本三下呢，五下，七下，九，十一，十三，如此类推，看你有多少时间就做多少次了。好，那我们先练习一下用 NG 这个方式去做一个震音练习先。何以感震动，你用这个句子去做练习。震动 hold 住一拍，然后震三次。震动震五次。震动震七次。震动震九次，震动震十一次，震动练好咗之后放返落隻歌里面。是杯酒渐浓，或我心真空，我哋不如试试将嗰种唱腔变一变旧些少，加落去震音，个感觉系会有啲咩唔同？是杯酒渐浓，或我心真空。拜拜。